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啦，玩这一款《战争与秩序》War and Order。应该不是新友啦，应该不是新友，应该是2016年以前的一个手游啊。好，这边写一个八周年，是不是？差不多2016，现在是2024。好，这边可以操作一下。那它的主要玩法应该不会是这样子啊，应该就是那种什么战争策略的吧 ，SOG 那种游戏吧，我猜啦，我还没有看回游戏画面。但是可以活这么久的游戏，大部分都是那一种啊。只是它那个游戏的推荐啊什么的，它的那个图片什么就不会去放出它关键的玩法。啊，这个今天是11月18日，对我来说还在17号的礼拜天。啊，这边有那个肉鸽的玩法，这个就先随便玩玩吧。这边有一个凤凰不死鸟，我们要消耗怪物。今天晚上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棒球啊，都在关注棒球啊，因为台湾那个世界棒球12强已经确定晋级了，晋级四强，大概21号吧，要去东京打委内瑞拉、美国还有日本吧，应该总共会打四天，连打四天，单循环而已。最后一天是第一名跟第二名打嘛，然后还有第二名、第三名跟第十名打，看战绩啊。然后那个韩国被我们淘汰，被淘汰了，不是被我们淘汰，是被淘汰了，确定淘汰。韩国在国际赛已经连输我们好几次了啦，所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就你不会突然赢嘛，就是会赢他们这样啊，也是有时候也是会输啊。那日本就比较难打，日本我们应该赢不了人家一军的，所以这次的四强有可能台湾要四连败。有可能，很有可能，但是应该也不会有人怪他们啊。人进四强已经很厉害了，世界四强了，因为毕竟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奥运了嘛，棒球已经没有什么奥运可以打了。这边继续召唤我们的火鸟吧。欸，你什么时候要让我们玩主玩法啊？这个肉鸽割草的玩法不会是八年前的游戏啊，八年前一定没有这种玩法，它这一定是额外加的啦，就是可能某个时期就额外加了一下，让大家可以玩点不一样啊。结果没多久进去变成 SOG。我们赶快把它消灭吧，100%。这边还有几只走比较慢的这个骷髅啊，骷髅战士、骷髅士兵、骷髅弓箭手之类的啊。有没有这边有这个加速的？有没有？通常手游能存活这么久，很多都是这种 SOG。那这个是推进关卡 ，OK， 回来了。这样看到这个画面，大家应该懂了啦。这游戏是我今天看广告看到的，反正他也会推播广告，表示说游戏还活得好好的。然后那个下载次数都是好几千万吧，哦，1000万加，还好，1000万，台湾也才2000万啦。
它这个玩法就是有些 SOG 会做什么？做什么三消啦，或是做成塔防啦。那比较传统就是回合制卡牌啊，就上阵英雄战斗这样。然后它这是做成肉鸽割草啊。之前玩过几款那个末日丧尸也这样搞啊。然后那个有的会最近有的会做成三消宝石这样。只是我这个上下左右摇杆，它没有设好。如果我下，它会斜下；就是如果我这样动的话，就会乱。它就不是，不知道为什么啦。这个摇杆设的没有很好，没办法让我随心所欲的控制。所以整个晚上都在关注棒球啊，因为我是那个一日球迷嘛。就是只有在台湾那个有国际赛的棒球比赛才看，平常不会看那个职棒，因为那个以前台湾的职棒有黑暗期啊，就是签赌啊，然后就打假球啊，然后就会球迷的心就被伤害了啊！你们都在演戏啊，好几次吧。不只是棒球吧，台湾篮球也有啊。业余的那个 SBL，SBL 对啊，今年好像也有，有好几个被抓了。因为那个签赌的话都是地下的嘛，他可以去赌那个胜分差、让分啊什么的，他就要控制比赛，就是赌博不是赌输赢，他赌让分啊。你赢球没错，但是你要赢几分啊？要猜对，所以我就是那个一日球迷啊。消灭书有怪，我还在打欸，还没有去经营建造，怎么有点卡？那个优化没有很好。优化没有做好，我们都不用动啊！外面刚突然下雨，奇怪。刚听到滴滴答答的声音，然后打开窗门，怎么下雨了？台风不是没来吗？这是台风没来啊，有一个台风吧，后来就新闻也没发了，应该是没来啊。好处是不会缺水啊，坏处是有人会发生意外嘛，总是会有伤亡啊，或者停电啊。像那个最近那一个来的蛮猛的啊，忘了叫什么了，啊，不然就是淹水啊，然后那个帮家里买个饭，然后出门。就出意外就死掉了，那不然就外送员突然被树压到，这个是我的吗？没有，这次一直打我欸，他是打我的炮台，还是追着我打，不够凶的，就是外送员就是有风险啊，台风天还想出去赚钱，因为台风天可能比较好赚吧。好，这边有英雄进阶进化一下啊。总之这个游戏我没玩过啊，可以不要管它嘞，可以不要管它嘞。就是说它已经让我们可以自由控制了。想说发生什么事卡住我，小泪哥，小泪哥，美国玩家团结起来，一起加入，他应该是自动帮我翻译的。那这个应该都是国外玩家，我只能说这个游戏还很多人在玩啊。看他 Facebook 好像也蛮多留言的，还有都还有在更新。这个是35元哦，然后这是那个建造列表吧，就经营建造啊，它是那种固定位置的啦，
就是你点的时候，它就固定你固定要盖什么。它这个应该有前置吧？还是有那个建造列表还没搞定？我稍微点一下的，因为它主线要我去推关嘛，先不推关啊，反正这个一定是会有英雄的，应该有英雄啊，毕竟手游就是要抽卡养成嘛，啊，要有英雄。开启新功能，士兵训练营，士兵训练营放在外面，只有伐木场。农场，啊，这个是点了它就它固定的了，这边有一些建造啊什么的列表，好任务，提前做了，提前做，怎么领不完啊？拿了好多资源，很肥。那这个应该就要去世界地图，世界地图去抢别人的资源啊，先抢周围的这个资源。你看我在这，然后周围有一些怪物，也是要先消灭他们。这个游戏真的很多人欸，喜欢玩 S， 我觉得就玩这一种吧，反正也没什么语言障碍啊，都他会帮你翻译的啊。八周年，啊，不然就玩台湾的三国吧。这边有激活凤凰，还有这个一些新国王建国典礼活动，首购至尊月卡。哎，欸，我都没发现它是有中文的啊！游戏名称是英文的，但是它下面。它游戏下载完之后，它的档名是我刚说的那个，《战火与秩序》游戏的档名。好，这边要招募工兵，步兵、骑兵、工兵、法师，这是那种魔幻中世纪。台湾有那种社团欸，中世纪什么的。里面都是 cosplay 的一些盔甲，为什么知道？因为他们有去那个西门町去游行呢。玩一下好了，啊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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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玩了，不要玩，这个打起来浪费时间。我们时间有限，我们先不打了。我看一下吧。我的领主资讯竟然是女的，我都不知道欸。3D 模组有光影这样。这游戏档应该没有很大啦，还有一些科技嘛，战争跟发展就是点你的属性啊，点这个趴数有没有？加成、成就、排行榜，然后这个是信件，确认获得一些资源。OK， 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吧。直立式的战争 SOG， 然后英雄不知道放哪里，现在还没看到英雄，不可能没英雄吧？英雄要抽卡欸。那战斗的话，现在是用肉鸽割草啦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